男人马路上捡到一个妹子，没想到竟是一个绝世美人。为了让妹子睡得舒服一些，小伙把她轻靠在一块岩石上。妹子醒来之后，不仅发现自己被救了，还看见拥有八块腹肌的美男。妹子对大壮非常满意。为了报答大壮的救命之恩，妹子决定以身相许。但毕竟是第一次见面，大壮只是对她笑而不语。妹子以为是自己不够美，于是在大壮面前挺了挺前胸，好让大壮尽快发现她的特别之处。没想到大壮还是不领情，竟然只顾着自己的烤肉是否烧焦。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，妹子谎称自己肚子饿，想要尝一尝大壮做的烤肉。妹子轻咬一口后，大壮嫌弃她吃的不够优雅，直接一大口咬到妹子吃过的地方。没想到妹子这下不乐意了，声称自己初吻没了，硬要大壮对她负责任。大壮此时也摸不着妹子的想法，只能暂时答应妹子的要求，并且保证以后会对妹子好的。为了展现男人风度，大壮亲自送妹子回家。来到城镇后，大壮发现妹子身份竟然是一位公主。公主带大壮见到国王后，国王却瞧不起他这个穷小子，认为自己的女儿如此高贵，应该要嫁给更高贵的王子，劝说大壮赶紧离开公主。但大壮根本不给国王面子，为了展现自己的能力，大壮旁边拿到一根武器，双手只是轻轻一掰，长枪瞬间就变成了废铁。一旁的王子根本不相信，于是自己上去尝试掰回来，可是任由他怎么使劲都没有掰动长枪分毫。大壮优秀的表现让国王另眼相看，于是暂时同意他与公主在一起。离开国王后，大壮质问公主为什么欺骗他，但公主表示没有欺骗大壮，自己一直都没有说过自己不是公主。隔天王子为了找回面子，亲自邀请大壮与他比试弓箭，大壮不好拒绝，只能同意。王子以为他是山野村夫，根本不懂得射箭，这一场比赛自己稳操胜券。200米开外的地方，王子轻而易举射到靶子，但大壮却开启了嘲讽技能，认为王子的操作简直小儿科，于是他只是稍微指挥一下一名士兵，没想到士兵200米开外还射中了靶心，这可把王子气坏了。为再次找回场子，他决定利用自己特长与大壮比试。只见王子扔出一块铁饼，竟然飞出了500米开外，但大壮丝毫不慌张，他只是略微出手，铁饼就飞出了九霄云外。显然这一场比试大壮完败王子，而大壮的表现全部被公主看在眼里。那之后的日子里，小两口日子都是没羞没臊的过。这天逛街的时候，公主看见了几个被狮子咬死的子民，一瞬间被吓得惊慌失措。为了在公主面前表现自己，大壮主动请缨徒手搏杀狮子。她是希腊最美的公主，追求者直接从希腊排到了法国，但她却独爱大壮一人。而大壮也不是一般人类，他不仅能徒手拔树，还能徒手搏一雄狮。这天他正要去为民除害时，却被王子拦住。王子为了展现自己的雄风，竟然提出自己一人去解决雄狮，不顾大壮的阻挠，王子直接冲了上去。可是没撑过三秒钟，就被雄狮咬得遍体鳞伤。好在大壮及时出手，才让王子缓了一口气。大壮力大无穷，只是轻轻抱住雄狮一会，雄狮就彻底没有了呼吸。而倒霉的王子由于伤势过于严重，才刚刚抬回王宫就歇菜了。失去爱子后，国王痛不欲生，还把责任归咎大壮身上。很快大壮就被赶出了王宫，而公主刚刚失去哥哥，对大壮还是有一些埋怨的，于是也没有阻挠父亲的决定。就这样大壮被赶了出来，无家可归的大壮走到一处缓坡，却意外遇见一头野牛。这头野牛异常凶悍，看见大壮后就仿佛看见了猎物一样，顶着锋利的双脚朝着大壮冲过去。但大壮哪是一头野牛能对付的，大壮一怒之下直接把野牛给撕成了两截。这时他发现前方有一个洞穴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大壮来到洞穴内部。令他意外的是，里面居然居住了两个人类，看衣着品相就不是一般老百姓。老人看见大壮后莫名有一股亲切感，于是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知了大壮。原来老头才是这个国家的国王，因为弟弟的贪婪，私下里不仅暗害了自己，还夺走了属于他的王位。好在上天对他不薄，被推下悬崖那一刻，幸运的和儿子被河水冲刷到了这里。听完老国王的遭遇后，大壮深感同情，结合当前国家的现状，大壮同意帮助老国王的儿子夺回王位。但想要夺回王位就必须找到金羊毛，因为里面藏有先王的遗诏，有了遗诏后，真王子才有资格夺回王位。在老国王的安排下，大壮很快就召集了20个猛男，并陪他踏上了寻找金羊毛的路程。经历千难万险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岛，但却因为食物分配问题发生了矛盾。为了解决矛盾，他们分成了两批人上岛。6个猛男意外闯入女儿岛，不料却被女王带兵包围。猛男们丝毫不感觉到害怕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应付。女王见他们不肯投降，直接一箭射过去，命中标枪。猛男才意识到这些女人有点东西，于是只能乖乖放下武器投降。但女人们对6个猛男并没有恶意，只是把他们押回了洞府而已。回去的路上，王子发现了一块墓地，奇怪的是墓碑上全是男人的名字，但6个猛男并没有在意。来到女儿国后，妹子们非常高兴，对着猛男们指指点点，好像在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的。然而优先选择权却在女王。女王看了一眼众人，直言把王子小帅送到她寝宫，至于旁边的两个老头就可以放他们回去了。这下两个老头不答应了，好不容易来一趟女儿国，不享受一番怎么好意思回去。于是小帅赶紧上前解释，两个老头都是他的得力干将，别看他们70多岁，其实硬力非常强，丝毫不弱于30岁的小伙。女王看见小帅亲自求情，也不
好多说什么，于是同意留下两个老头。小帅被安排到寝宫后，其他妹子们就开始争抢猛男。在女儿国这段时间里，他们生活简直乐无边，不仅每天能在河边嬉戏，每人每天还有20颗葡萄享受生活。70岁的老头在这里仿佛还找到了18岁的感觉。夜晚的时候，女王还为他们准备了性感舞蹈，猛男们在这里简直快活极了，就连来这里的目的都完了。美酒在手，家人在旁，简直羡煞了全天下的男人。舞会还没有结束，女王再次找到小帅，那一晚简直快乐的不要不要的。但女王隔天醒来，却发现不仅小帅跑了，就连猛男们一个都没有留下。而另一边，喝醉的猛男们已经被大壮派人扛到了船上，因为大壮始终没有忘记使命，他趁着女儿国没人把守之际，趁机偷偷把王子等人偷运了出来。很快女王就追了上来，但大壮的船已经开了一段距离，女儿国的妹子们非常不舍得他们，还在岸上发出销魂的声音让他们回去。六个猛男非常想要回去，但一一被大壮威胁留下，因为大壮知道一旦他们回去可能活不过一年，因为岛上的男人墓碑就是证据，为了王子能够夺回王位，大壮只好强行留下他们。很快众人来到一座孤岛，王子上前一眼就认出那就是父亲所说的金羊毛。拿到金羊毛后，没想到却惊醒了守护怪物。经过一天一夜的大战，他们终于摆脱了怪兽，本想拿着金羊毛上的遗照夺回王位，却不料打开箱子的一瞬，金羊毛不翼而飞。大壮知道一定是出了内奸，而另一边的王宫内，金羊毛却出现在国王手中。为了王位不被抢走，国王打算烧毁金羊毛。就在这时，大壮一伙突然来到王宫，并质问国王金羊毛去向。国王当然不承认，还当场下令捉拿大壮。不料大壮一伙实在太猛了，士兵根本招架不住，没有办法，国王只能率先逃跑。国王为了保住自己的血脉，他提前来到王宫，直接一把火烧掉先王遗照，接着服毒自尽，并交代公主一定要嫁给大壮。国王死后，公主就继承了王位，并和大壮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。而小帅等六个猛男因为迷恋上了女儿岛的生活，所以他决定不再争夺王位，而是返回女儿岛去过没羞没臊的生活。